我靠，这就是魔法的力量吗？哈喽各位小可爱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王，我的魔娃与你分享。今天要和大家拆盒把玩一个附了魔的物理学圣剑，是由虎优出品的魔卡少女小樱的封印之杖。这个物件我就不做过多介绍了，但凡是有童年的小伙伴肯定不会陌生。本款呢，因为是个子共享的产品啊，所以比例不是1:1，长度的话大概在50厘米左右。虽说是尺寸不大，但是拿在手中啊，还是相当有分量的。在两侧的粉色零件和末端的宝石啊，都是透明材质。光头这里是有着十分细腻的金属漆面表现，两个翅膀是带有珠光漆面的软胶零件。鸟喙这里的质感相当通透，这个地方的材质摸上去感觉有些像有机玻璃。虽说尺寸有些偏小，不能当做 cosplay 的道具，属实有些可惜。是这样的一个长度啊，放在包里倒刚刚合适，算得上是那种既可爱又合法的防身利器了。哎，千万别以为我在开玩笑，这几锤子下去，分分钟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可爱带暴击。